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松山彩虹桥，今天是228年假第一天，然后带孩子从松山妈祖庙出发，然后一路骑到淡水，从松山到淡水大概26公里吧，那现在就出发了，流浪到淡水，挥个手吧，还有两只，挥个手，出发了，这是 CS 黄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淡水见。儿童游戏场秋千区，福德幼稚园的小朋友，我先出发了，反正他们待会就会追上了，叫 CS 黄跟上来。超越了！哟！哦，超越了！儿童乐园，在干嘛？姐，你不要挡到我了。百灵桥到了，我们要在这边过桥到基隆河右岸，骑上百灵桥冲，我们骑到双溪河口了，现在天气变阴凉了，我要在这边过桥，中美便桥，希望他们没有走错路。我现在骑到这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本来一路落后，现在变遥遥领先。孩子不理我，一路骑在前面。就骑到双溪河口的时候。就顺着自行车道一路骑往双溪自行车道了，忘了要过周美便桥，他们刚用 LINE 回报，他们已经骑到智善公园了，他们这样一去一回至少要折腾半个小时吧，我就在这边好好看风景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我现在在桥下这边休息。等我们家那三只迷途的羔羊回来。他们两个一定还很远。我发现的时候已经，我那个时候在双溪桥问他们说，应该不会经过双溪桥，然后就他们俩就继续往前骑了。哇，第二只跟第三只迷途的羔羊回来了，加油！弟已经走了，你继续吧，赶路。还好，他们差不多耽搁半个小时。年轻人体力不错，磨练一下。还好吧，那我们多骑了一大段呢。你们多骑了一条自行车道，谁叫你们把领队抛在最后面？因为领队骑太慢。领队骑太慢，领队在拍片啊。
关渡公道了。哦，到了。哦，现在进入淡水河金色水岸。竹围捷运淡水站。骑了三个半小时，终于抵达捷运淡水站。那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妈是第一个到的。